一、个人基本信息：姓名杨月，性别男，出生日期1996年9月4号，星座处女座。二、个人经历：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，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在读硕士生。三、个人特点：括号一，喜欢公交车，闲着没事喜欢坐车瞎转悠。括号二，目测是所有选手里面头发最短的。括号三，强迫症，比如说说话喜欢分一二三四五。其实刚才通过这种方式呢，就是你看有这么多选手嘛，然后呢能够让大家更加快速高效的 get 到关于我的一些点。我作为一个处女座，其实平时也是这样，就是比较有条理性，说到底其实是完美主义。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呢，我会把这种完美主义用来约束我自己。比如说这次来少年之名也是我追求更完美的自己的一个过程。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，能够记住我，我是杨月，谢谢大家。